都跟你提醒一下，对啊，他应该是忘记了，因为他跟我说10点要来。不会不会。没事，是不是？阿姨，你想？你是忘记了你了？在猜呢？在猜呀？在猜。放你们吃四口味啊！我也不知道，因为我每次来都已经卖完了。啊，你来了看我吗？哎，哪里看？是阿姨，阿姨，你有吃鸡肉无？有啊。啊，小看下面袂使无？无给。啊，只有半条。半根呢？对对。你买半根还是一根？我拿一根啦。半根。啊，那个半根就半根呀。啊，那偌济？五十，半公五十，还是另外一个，我都电话带你做，我等一下。你等一下，因为小姐要半公啦。没有。系啊。我你要等无？无爱等我，先半公互你。我唔等啦，你一公买当多啊。无啦，迄一公迄人先还付。无啦，人先还付咩？咩无？咩我又找来。